各位盖亚科普讲座的线上听众，大家早。其实我们也不早了哈，我们是台湾的下午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那因为我们的王教授呢是在英国，所以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个月的讲座就安排在下午。那很高兴又来到了每个月一度的这个讲座，我是主持人，我是中央大学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的施如林。那我刚刚讲到今天邀请来的是王静云教授，他现在正在英国的杜伦大学资讯科学系。那王教授他在2020年呢，大概是2年前疫情非常紧张的时候去到英国去任教。那在那个之前呢，他在日本九州大学资讯科技研究所任教非常多年。那他在两个相当不同的国家任教，我相信他有许多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那王教授的研究聚焦在运用电脑技术建构有意义的学习环境，然后利用它来进行个人化的语言学习，这个计算思维的教育，甚至是用它来做一些游戏本位的学习。那王教授呢也使用本体建构的技术还有视觉化的学习技术来进行教育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因此他也制作了许多基于这个资料采集跟人工智慧的学习支援系统。那今天我们的讲题呢是在电脑与教育，我们要请王教授跟我们谈一谈电脑除了给我们许多新鲜刺激有趣的资讯跟游戏之外，它又如何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学习。那所以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让我们直接邀请王教授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讲座，当计算机科学遇上教育。王老师，感谢施老师精彩的介绍，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教育工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研究。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家乡是福建的，这个也就是台湾非常近的一个小城市。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老师，那么我大学的时候呢，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读的计算机专业。我意识到我们这个华东师范大学因为主要是为了培养教师，所以理论性的这个学习非常的强，但是好像动手能力稍微还有点不足，所以我硕士的时候呢，就到南京理工大学学习了时间。那么毕业之后呢，我就回到这个我自己的家乡，然后在厦门理工大学工作了4年。那么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觉得好像学习的知识还不够，那么我又到日本就是攻读了这个博士。那么我的这个母校呢是在日本四国岛上，那很多同学老师们可能知道这个长长的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本州岛，那么下面有一个小岛是四国岛，那我的母校就在这个小岛上。有一个人物呢在座的各位可能很熟悉，那就是面包超人。这个面包超人的作者就是在我们高知，那么我们高知有面包超人非常大的这个博物馆。那么如果将来有机会大家到四国岛上去的话，欢迎到这个博物馆去参观一下，非常的漂亮。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一下我在教育工学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那么我想以这个城市人杂志的陈教授的一段话来开始今天的这个科普。那么我想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计算机科学到底在做什么，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那么有一大部分的研究的方向呢，大家关注的是执行的速度，比如说像 algorithm 计算机的这个硬件或者是网络，那么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让软体、硬体和网络更加有效的工作。那么还有一部分的研究呢关注的是使用的空间，那么他们在乎的是如何让这个material 它的结构还有影像压缩以达到相同或者更好的效能。那么比如说像还有一部分的这个研究，比如像自然语言处理还有数据挖掘和这个machine learning，他们在乎的是如何追求更高的正确率 accuracy。 那么这些是纯计算机三个这个主要的追求。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追求的呢是如何让数字最优化，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寻找解决问题更好的答案。那比如说我自己这些年在这个教育工学这个领域，那么我认为教育工学就是属于最后这一类的研究。那么我们呢
致力于寻找通过计算机技术 来寻找support 这个 education activity 的方法。那么今天的这个科普我分为两个部分，那一部分是因为刚才施老师也介绍我原来是在日本工作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的，那我想先介绍一下我在日本主要从事的 哪些研究，然后接下来再介绍我后来来到英国之后现在从事的主要的一些研究。那么我在日本九州大学工作的那些年里面呢，主要致力于 education big data， 就是教育大数据和那个学习 learning analytics。 那么讲到这个 learning analytics 呢，它的定义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通过测量收集分析学习者的这个数据，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理解学习者的特征，以及最终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优化学习环境。那么一般的这个 learning analytics 有三个范围，一小范围的话呢，就是我们为每一个个体的学习者提供一个 dashboard， 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这个learning behavior 的这个变化。那么中等范围的这个学习分析的话呢，我们致力于提高一个课堂或者一个系整个系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行为的分析和支持。那么如果是大范围的这个学习分析的话呢，实际上呢为主要的目的是提高整个大学甚至整个国家甚至跨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系统。那么这个领域的研究就叫Big Data in Education。那么在全球范围内的话呢，首先是由因为那个美国因为2008年的时候 MOOC 就被研发出来，那么在12年的时候变得非常的盛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也开始意识到这个 learning analytics 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研究领域。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大概有各种各样的比较有名的这个项目开始开展起来。那日本也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呢开始了这个 education big data 的这个 funding。 那么我自己呢是参与到这个就是我们九大拿到的这个第一个日本第一个 education big data 的 project， 那我参与到这个 project 里面也有4年的时间，刚好是我毕业的时候。那么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在课堂在大学的就是九大的这个课堂里引入这个各种各样的learning support system， 然后呢我们采集这些数据然后分析他们更好的理解我们学生的一些特征。整个团队呢致力于研发各种各样更新的application， 更好的返回到这个教堂中然后支持学生的这个学习。那么当时的预计就是说先在九大推广，然后再普及到所有的帝国大学，就日本的所有的帝国大学，然后再普及到日本的所有的大学。那么当时有三个系统就是学校里面主要使用的有三个系统。第一个就是 MOODLE 系统，就是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MOODLE， 还有一个就是 eBook。 那么日本当时就是大家也知道日本的那个 paper 非常的贵，然后材料也非常有限。那么从环保的角度来说，当时日本的预计是在2025年 全面的实行eBook， 就是不再使用这个那个 paper book。 然后呢当时就提出了我们应该自己开发一个属于这个科研这个各单位的这样子的一个电子书系统。那么我们有BookQ， 还有呢我们使用了这个 eProfile System Mahala， 就是学生和老师在课堂结束之后可以进行一些日志的这个记录，然后能够进行那个教学的反思。这个是 MOODLE System，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eBook System， 还有这个是 Mahala System。 那么当时的话呢在2013年的时候九大已经提出了就是我们希望学生全部带电脑来课堂上课。可是学生就觉得我带了电脑还挺重的，可是那个带来干嘛呢，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用的软体。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软体就刚才介绍的这三个软体给它架设起来。然后呢每年从2015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也就是日本的开学的时候，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们就为期两个礼拜的培训，那么教他们怎么使用这主要的这三个系统，还有帮他们把这个电脑给它设置起来。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中心，我当时所在的中心主要负责的这个工作就是培训这个老师和同学们使用这个系统。那么在2015年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每年的那个春天都有这个培训。然后呢
从15年开始，我们每天就有差不多18万的这个 log 数据，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也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学生和老师都在使用这些系统。那么在15年之后呢，我们有了数据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数据大数据的分析，也研发了各种各样的系统。那我接下来会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研发的一些系统。那么因为15年之后这个数据量就非常大了，所以我们整个研发的团队又成立了这个 Learning Analytics Center， 那这是日本的第一个 Learning Analytics Center。 当时的话大概有20个组员，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就是国家级的项目，然后进行这个大数据分析，以及对这个课堂的这些 support 的这个系统的开发。那么我主要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主要捡两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稍微介绍一下。那么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当时岛田教授研发的一个 real time reading log visualiz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呢，其实经常很难把握你这个教学的节奏。当然我们是通过猜测同学们这个脸部的表情 来猜测说同学们理解的或者没有理解，但实际上通过计算机技术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个实时的提醒。那么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电子书，然后同学们是在上课的时候其实翻阅这个电子书的，那么我们有这个电子书实时的这个 log， 那么有了这个 log， 也就是这个 log 就是记录，那么这个 log 包括了这个老师的翻看电子书的行为，以及同学们翻看电子书的行为。那么在这两个行为的对比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他们做开发了研发了这样一个系统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在教一个课程，比如说我在教20页某一本书的20页，那如果我发现同学们都在看23 24 25，是不是意味着我教的就太慢了，同学们觉得很无聊，所以他们就看到后面的这个课程。那么这个系统就系统的这边就提醒我，哎，同学们觉得很无聊了，你是不是稍微讲快一点。那么如果我现在在教20页，但是大部分的同学在看17 18 19页，那就证明说哎，我讲的太快了，同学们还在前面的页面还没有理解。那么这个系统其实应该要提醒我们，就是蓝颜色的会提醒说你要稍微慢一点，同学们都还没有理解你这个内容。那这个就是一个 real time 的，就是实时的这样子的一个application， 然后能够帮助这个教师调节自己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节奏。那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的一个开发。那么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比较专注的一个 project。 那么我当时做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研发了一些可视化系统。那么这可视化系统呢，主要致力于支持这个有意义学习，就是 ebook 的有意义学习。那么我们希望呢，更好的帮助学习者有效的构建知识的框架，以及帮助老师更好的掌握这个班级的这个学习情况。那么在这里我想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有意义学习。实际上有意义学习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教育学的这个观念。那么他这个有意义学习呢，他认为作为一个学习者这是一个学习者，那么他自己其实是拥有自己的认知框架的，也就是说他所学得的已经习得的这些知识呢，在他的大脑里形成了一个认知框架。那么他是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个学习者是能够很好的理解在这个框架里面知识点之间是如何关联的。那么当他们在学习一个新的知识，比如说这个黑颜色的这些圈圈是这个新的知识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作为一个学习者，或者一般来说在作为一个老师我们会提醒这个学习者今天我们要学这个新的知识，比如说这个 B。 那么这个知识呢，跟你原来学过的知识，比如说 A1 和 A2 他们之间是有很强烈的联系的。那么通过讲解这个知识 B， 新的知识 B 跟你原来已习得的知识 A1 和 A2 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让你去比较他们。那么通过这样子的比较，我们认为呢这个学习者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新的知识纳入到自己 已有的认知框架里面，然后呢得到这个认知框架的一种拓展，有效的拓展。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有意义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教育心理学的这个概念。但是呢一般来说是在课堂上老师会有意识的做到这个。但是计算机技术能不能自动的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呢？那么我当时博士的时候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是可以的。那么我提出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本体建模的这个技术，也就是 ontology， 来把这个认知框架，也就是知识框架，保存起来，然后可以达到一个自动的 meaningful learning 的这样的一个 support。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说，我在九大，就是如何把这个教学理论应用到这个learning support 里面去。那我当时就研发了一个这个可视化的这个系统，能够支持这个e-book学习者的这个meaningful learning。那么这个系统有很多的功能呢，这里主要介绍一个比较一开始我们研发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功能，就是如果我今天教学里面可能要教第一页某一本书，比如说第三本电子书，第一页到二十页，那么这个时候我输入之后呢，这个系统就会显示就是当前你今天要关注的这个二十页的这个课本的这个范围内主要的一些知识点。那么在二十页里出现的主要的知识点，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红颜色的这个点点，就是这个你在这个二十页里面主要学习的这个知识点。然后你还看到有一些蓝颜色的点，对不对？这些蓝颜色的点呢，其实没有出现在这二十页里面，但是呢它出现在可能是同一门课程里面。那么他们跟这些红颜色的点知识点之间呢是有很强烈的关联性的。那么你可以发现他们用连线连接着，如果你点击某一个连线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的这个关系的名称。那么还有一些点，就是粉红色的这些点，粉红色的这些点实际上是这个红颜色跟蓝颜色的知识点它的一个上位的关系。那么我们在学习中认为上位关系upper concep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那么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某一个知识点它应该定位在你知识架构的哪里。那比如说这里东巴文字跟这阿斯克玛都是属于这个文字集合的里面的一个概念。那文字集合就是这两个点的那个上位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是我们最开始做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帮助这个学习者理解他们当时学习的这个范围内实时的知识点。那我有个影片如果你点击这个某一条线的话，它就会显示他们两个知识点之间的关系。那我有个影片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实时的，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能够配合这个我们的这个系统使用。那你看到有些黄颜色的点，那么其实黄颜色点是由红颜色变过去的。那也就是说当前其实上这里是二十页的一个 knowledge graph。那么你当前看的比如说第一页，那么第一页可能只覆盖了这两个点，那我就会把它实时的显示成黄颜色。那么可能看到第二页之后，就是这两个知识点被覆盖了，然后这两个点就变成黄颜色。也就是你看到的黄颜色其实是你当前翻开的那个页面的那个知识点覆盖的知识点，它是黄颜色的。那么学习者可以通过点击每一个知识点来知道这个每一个知识它的定义，以及了解点击这个线来了解这个知识跟知识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是最早研发的一个tool， 可以让电子书的学习者可以在阅读的时候很方便的了解哪一些知识被是现在你正在阅读的这个知识。那么但是我们当时想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那么就回到我其实我在这个博士的时候呢研究的就是这个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就是personalized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那么当时呢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开发了一个日语学习，其实是外语学习的这个系统。那么以这个 demo 的话，我们做了一个日语语法的这个学习。那么当时的主要的这个系统功能就是说，如果我要学习某一个日语 语法，比如说 temonau， 那么学习者能够在这个屏幕的这个中间呢看到一个relation panel， 也就是说我能看到这个我要学的这个知识点中间的这个知识点它跟周围的这些知识点之间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要学习的是这个知识点，那我可以通过点击知道这个知识点的一些定义，还有它的一些句型和例子。那么我可以同时点击其他的知识点来跟它进行比较，因为都是它关联的知识点。那也可以通过点击这个连线知道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当时这个系统主要是为了提供这个讲解，就是这个知识点讲解和练习的这样的一个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也就是说学生通过点击这个某一个知识点或者某一条线能够打开这个知识点的讲解和练习。在某一条线上呢，他们能够打开针对两个知识点之间对比的这个讲解和练习。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老师就可以呢非常方便的上传这个教学的资料，
那同学们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查询到，哦，如果我想要对比这两个知识点，那我就可以在这个线上点右键，打开这个相应的讲解跟资料，那我就可以针对，知识点之间的对比来进行学习。那么特别是在语言学习这一块的话，这些知识点，的相似性和对比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一点。那么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对这个学习者他的这个，motivation 和 attitude 都进行了这个测评，那么发现呢确实是有显著性的提高，但是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有32%的这个学习者，我们当时在中国的五所大学，差不多有200名志愿者，就是参与了这个系统的使用。那么32%的人，在实验的这个 questionnaire 里面，表明了他们觉得说系统是非常的好，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呢，我觉得好像这个系统提供了所有的关联性的知识点，那我自己就不想主动去，去寻找这个关联性了。还有呢，就是说，我本来是挺好奇的，那我就不想再去探索了。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他的这个好奇心啊，反而就是下降了。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刚才你看到的这个图，那个中间的那个 relation panel 提供了很多很多关联性的知识。那么学生提到了一点，就是差不多超过4个，关联性知识出现之后呢，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学习的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感觉好多知识都没学过，然后呢，很容易被分散掉这个注意力，就没办法专注到这个学习中去。那么我们认为呢，还是在这种可视化的系统里面，还是要尽量避免，提供大量的信息，就是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一次性的提供大量的信息，其实对他们来说会造成一种，就是副作用，就是反而会降低他们的 motivation。 那么带着这个思路呢，我们就想，能不能改善一下我们刚才，最开始介绍的这个，有意义的这个电子书的这个系统。那么，当时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在做这个 gamification 的这个研究。那么他有一次我们在 workshop 里面，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么他问了我说，哎，你小的时候，你觉得你在童年的时候啊，跟小伙伴玩的，最开心的一个游戏是什么？那么当时其实这个问题他们在东京的街头访问了458个日本人，那么在场的，同学们还有老师们，你们想猜一下这个问题的排名第一的答案是什么？想不想猜一下？我猜 Pokemon。 Pokemon 在那个童年的那个时代可能还没存在吧，就是不需要借助任何道具，幻想的游戏啊，就是比方说扮家家酒，扮我是医生你是病人之类的那种扮演幻想的游戏，那个也蛮有意思的。那个可能女孩子玩的会比较多吧，就是会不会是 tic tac toe？ 就是画 tic tac toe， 就是那个画圈圈叉叉，就是一个井字，然后圈圈叉，可能也不是，因为在日本可能那个不是很流行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在全世界都非常的流行。再猜一下，躲猫猫。对对，就是躲猫猫。那当时我有一个同事就专门做这个 gamification， 他们认为就是躲猫猫是最，就是全世界，就是他们其实在日本东京访问的街头随机访问的458位日本人，然后排名第一的就是躲猫猫。然后，其实我在世界各国做演讲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那大部分人最后都能猜到躲猫猫，可能这是一个世界流行的一个游戏吧。那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其实享受的是一种，发现就是自己未知的这样子的一种乐趣。那么实际上躲猫猫的这个行为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很多。有一次呢，我到这个，爱尔兰去开会的时候，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我到爱尔兰去开会，然后有，是住在那个学校的这个 hotel 里面，学校的这个 college 里面。然后呢，我到了之后呢，会场的这个主办方他就给了我一张地图，他告诉我，你等一下要找那个电梯哦，你需要这个地图。我就很困惑，我找个电梯，我为什么需要地图呢？然后他跟我说啊，你这个通过这个地图，你通过进到这个地方之后呢，第几扇门是这个电梯啊，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然后呢，我就走到这个 college， 然后进去了。结果你看到一个长长的，看到中间这个照片，有个长长的走廊。然后其实在后面还有很长的走廊，我没有拍到头，就是每一个走廊的左侧都有一扇门，
就是每一扇门长得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电梯在哪里。确实需要这个地图，如果没有地图的话，我可能要找半天才能找到这个电梯。实际上这个电梯在某一扇门，就是一模一样的某一扇门的后面，你打开之后呢，其实它是隐藏在后面。它当时是为了保留这个当时的古老的这个建筑结构，那么没不想破坏这个建筑结构，所以把这个电梯隐藏起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躲猫猫的过程。实际上你有一个实际的生活中的某一个场景，然后呢你被提供的某一定的信息，也就是你在玩躲猫猫的时候，其实你是可能听到小伙伴藏起来的那瞬间的声音，那个声音其实是就是你已知的一个信息，然后你就去寻找真相。那这个过程非常的有意思。那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找不到真相，但是你还是觉得很有意思。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应该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去瑞士的时候，那当时是到那个 Matterhorn 去玩。那么我在那个 Google 上面看到了这样子一张图片，非常的漂亮，有一个很漂亮的湖。然后呢我就带着我的 Google Map， 就是我的地图，那就希望到现场去寻找那个湖。在现场兜兜转转走了好几半个小时，哎，湖在哪里呢？我去的时候是夏天，差不多是5、6月份的时候，然后没有找到。然后当地的等了很久，然后当地的一个滑雪教练就跟我说啊，你来的有点早，差不多是7、8月份的时候吧，你才可以看到这个湖。也就是说真相其实并没有被我找到，这个真相隐藏在某一个地方了，我没有找到，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是哪怕我没有找到真相，我还是学习到了一些知识。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我们教育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有好多个学者都提出了这个理论，就叫发现学习理论。那么这些理论呢，其实认为说很多情况下教师不应该主动的把所有的知识都展现在学生的这个面前，我们应该隐藏起来一部分真相，然后让他们通过做一定的实验自己动手去发现这个真相。那么这个过程呢，无论他们发现了或者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了，那么他们都能够很深刻的记住这个学习的这个理论。那么这个在化学或者物理和其实我们计算机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应用到这个发现学习的这个理论。那么回到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系统，可能讲的有点远，回到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系统里面。那么这个系统呢，其实我们当时想的，哎，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把这个知识点之间的关系直接显示出来，把它隐藏起来，然后让同学们自己来寻找这个，在看书的过程中自己来寻找知识点之间的关联，然后呢自己输入这个知识点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通过跟这个 expert 的这个知识进行对比。当然这些 expert 的知识其实上是存在本体建模里面的。然后呢这个红颜色的线就是 expert 的知识，那么同学们自己画的线就是黑色的。那么哪怕你画错了，或者你没有意识到每个知识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你还是可以学习通过这个misconcept 来进行二次的这个学习。那我这边有一个影片，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同学们，他其实这个是加速过后的，就同学们他自己在这个看电子书的这个过程中啊，他可以自己进行这个连线，然后自己输入这个知识点之间的这个关系。那这个在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理解的差不多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点击下面这个跟 expert 对比的这个按钮，那么他就可以自己二次学习这个红颜色的线，他就会解释说知识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后面改进的一个发现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就提供了两个环境，那么同学们可以自行选择到底想要使用receptive learning 还是discovery learning 这样两个环境。那么我们做了差不多有1000个学习者使用了这个系统，我们有为期3年的这样子一个研究。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初学者可能 discovery learning 会更适合。那么对于这个知识已经掌握的很牢固的同学呢，就是一开始我们提供的这个 receptive learning 其实上是一个更适合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具体的讲这个实验的这个如何分析的，那这就是我在九大主要的这个在日本主要的一些工作。那么当时这个项目是2018年的时候完成的，那么2年之后就是2020年的时候，这个 pandemic 就袭击了全球。那么当时的话呢，日本也正好要开学，那么由于这个2018年我们已经架构了这整个 education big data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础架构已经完全的完成了，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可视化的这个系统已经就是大家已经就是已经在日常的教学中已经习惯了。
那么我们差不多只花了稍微几个礼拜的时间培训了一些新来的，刚好四月份新来的2020年新来的这些学生，那么就很顺利的过渡到这个 pandemic， 就是大家 lockdown 然后全部在家 online 进行教学的这个过程，因为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这些整个基础的这个系统要怎么使用了。那么实际上现在回头来看，当时这个 education big data 这个 project 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不知不觉的这种情况下把这整个基础的这个教学的这个架构已经架构起来了。那么这个是这个我在日本从事的一些研究。那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下我现在在这个杜伦大学的一些研究。那么讲到杜伦大学的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杜伦大学在哪里，但是你肯定在哈利波特的这个电影里面见过我们学校。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杜伦大教堂是建于公元1093年的，世界上最完美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纪欧洲城市建筑遗址。那么在1986年的时候列为世界遗产名录。那么你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这部电影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哈利波特当时站的这个广场，就是我们杜伦大教堂。那么我们学校每年的这个杜伦大学每年的这个入学仪式以及毕业典礼都会在这个教堂里面举行。那么学生是穿着黑袍，那么老师穿的是红袍，那么这非常有这个哈利波特的那种 style。 那么我们学校在夏天的时候实际上风景非常的漂亮，但是冬天来的时候下雪也非常的漂亮。首先我介绍一下，就是我现在目前在两个科研小组里面进行这个研究工作。那么一个小组就是 AI 跟这个 Human System Group， 那么我主要专注的是 AI in Education 这方面的研究。那么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介绍一下现在的两个主要的项目。那么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我们跟日本的这个Biologic 就是生物学的中心合作，那么为他们进行一些data mining 还有 data merging ontology merging 的这样一些研究。那么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发现呢，这个 biology center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对生物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data set， 然后呢他们甚至有很多的 ontology， 其实本体建模的这个概念最早就是由生物学提出的，因为他们生物学概念太多了，那么普通的数据库很难存储，所以呢最好的方法还是 ontology， 它能够提供一个网状的结构来这个保存这个数据。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多的 ontology， 但是这些 ontology 都是为了各个公司或者各个 application 他们自己研发的，那么这些数据之间它没有一个一致性的这个没有个统一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过程。然后生物学家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困难，他们还是需要自己人工的去查询不同的这个数据库或者数据来源，然后呢进行一个人工的判断。那么我们提出的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半自动化的这样子的一个 literature review 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框架。那么我们认为呢，我们可以通过 data mining 跟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呢对这个现有的这个 literature review 就是一些研究进行，还有就是现有的这个biologic 的这些数据库进行一个整合。然后呢我们首先是对这个现有的这个 paper， 就现有这个可以找到的全文的 paper 进行machine learning 和 data mining。 然后呢machine 会自动的分析出几组可能几百组的这个关键词，那么我们就邀请专家比如说我有一组，其中一组的关键词是这一组的关键词出现在这里，然后呢专家呢可以点进某一组的关键词，那么他就可以看到跟这组关键词相关的论文的名称，还有它属于这个哪一个分类，以及主要关联的有两个数据库。那么我们这里因为现在 demo 的这个是 human keyness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那么 human keyness 有两个比较大的这个数据库，一个是 UniPro 还有一个是 InterPro， 这两个数据库。那么每一篇论文都可以自动的通过machine learning 自动的关联到这两个库里面，然后呢把这个关键词关联到这两个库里面相应的human protein， 就是这个你看到的这个 ID 其实是 human protein， 然后你专家可以点进去看我这篇论文关联的这个 protein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然后呢还有关联到 interpro 的这个 family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也就是我们把这两个数据库跟这个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结果还有这个论文的这个关系给它关联起来。
那么左上角还可以看到这个 mesh 这是一个分类，论文的一个分类，以及每个分类它大概有多少的论文量，现有的那个研究，现有的研究有多少篇的论文关注在这些关键词上，以及每一年在比如说最近的几年它的publication 它的这个量是多少。那么专家就是 expert 的话 senior researcher 他就可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个模型的话就是要求这个 senior expert 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数据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更好的分类。那么 senior expert 他可以告诉我们这个 topic 就是上面你看到的这一组的关键词是不是跟他们生物学 biomedical 相关，他们可以选择是或者不是，以及输入在这里输入这个他们认为相关的关键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要求这个domain expert 参与到这个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过程，然后呢能够更好的优化我们的算法。那么这边有一个影片，那么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就首先是通过 machine 自主的计算出这可能前五十个最相关的topic 组，然后呢这个专家可以点击某一个 topic， 然后他可以查询所有的最相关的论文，以及他们关联到 UniPro 和 InterPro 这样子的数据库里面。如果他点击到这个 UniPro 的话，那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当前的某一个 human protein human kinase 的一个定义，还有一些还可以点击这个 InterPro， 这是另外一个数据库，那么它也有一些定义和描述。那么通过这个方法来更好的理解这个论文到底是属于哪一个 topic， 然后呢也可以直接观看某一个论文的这个全文，都在里面。那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是根据全文进行运算的。那右上角的现在显示的是这个 mesh 的分类，那每一个分类的话呢，现有的这个literature review 有多少篇，以及每一年是如何分布的都显示在这个屏幕上。大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然后那个专家的话呢在最下面的地方最下角的地方，他是可以选择这个 topic 到底是相关还是不相关，然后呢他就可以输入这个 topic 的 label给我们一个推荐，就是我们任何 senior 的 researcher 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推荐。那么在 senior researcher 推荐之后呢，其实 benefit 的人其实是 PhD 的这个学生，就是想要从事这个 biomedical 的这个 new researcher 或者是 PhD 的学生，那么他们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我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一个动态的，其实这是个动图啊，但是我只是截图了。那么这个动图呢是一个现有的跟这个 human kinase 相关的这个领域最热门的一些研究的方向。那比如说immune system， 还有你可以看到 medical care。 那如果我点击某一个研究领域的话，这个领域最相关的论文就会在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框框里面显示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点击某一个论文的名称，你就可以看到论文的全文。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我们就为这个这个研究领域的新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视化的支持，能够半自动化的帮助他们进行这个 literature review。 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那么还有一个项目的话呢是我另外一个博士生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研发了这个GAI 的这个 speech training 的这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能够帮助这个任何人他在做那个 public speech 的时候呢，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可视化的这个分析，然后呢根据他的这个音调这个感情还有他的演讲的内容实时的给他提供这个 support。 那么我们跟我们学校的这个语言中心还有特殊教育合作，然后也为特殊教育的儿童提供了一些帮助。那么这个项目也刚刚开始差不多有6个月的时间，还在一个初步的一个阶段。那这个就稍微的介绍一下。那么还有一部分我的研究呢是在这个 pedagogy innovation 这个组里面的。那么这个小组主要研发专注的就是如何创新在这个计算机教育的这个领域进行一些创新。那么我主要做的一些工作就是在 gamification 跟 game based learning 这个方向上做的一些创新。那么其中的一个项目呢就是
我们为这个 Cyber Security Center 研发了很多 game。 那我原来在日本的时候，在那个给 Cyber Security Center 上了很多年的这个课，那么主要是负责这个所有的新生的这个 Cyber Security 的这个课程的普及，那么也就是网络安全课程的普及。那么在九州大学，我们是一年级的新生，每年有3000多个人都要上这门课，是一个必修课。那么最开始我在上课的时候就研发了一些卡牌的游戏，然后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稍微的玩一下，然后通过游戏卡牌游戏来学习这个网络攻击跟日本现有的一些 cyber security 的法律。那么我后来2020年来到英国之后呢，就意识到因为刚好遇到这个 pandemic， 这个卡牌游戏就玩不了了，就是在线上这个课。那我们就想，那我们就专注的开发一些 digital 的这个 game。那么当时开发了蛮多的这个 digital game， 到目前为止可能5-6个吧，还有一些是 VR 的 game。那这边呢，给大家 demo 一个，叫 Cyber Poly， 跟 Monopoly 非常的像，跟大富翁非常的像。那么就是基本的操作就是买地，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灰色的这个地没有人拥有的话，你就可以买。那么但是有些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蓝颜色的框框。那么如果你不幸停在这个这个玩家现在停在这个一个 attack 的这个框框上，那他可能就会遭受到一个 cyber security attack， 然后他就会接受到一个问题，你就要回答。那么刚现在这个玩家，这个黑色蝙蝠侠的玩家停留在这个蓝颜色的框框，这是一个 cyber event attack， 那么他就会得到一个 cyber event 的问题，那么他可以告诉你可能今年或者去年发生的一个 event， 那么这个是属于哪个攻击，然后你要回答他。然后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你通过跟多个人2-4个人对玩，然后呢你就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习，那跟大富翁非常的相似。那么这个这个游戏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就是很多这现有的 Cyber Security 的这个游戏啊，哪怕是多人的，它就是玩家之间没什么互动，基本上就是回答问题。那么比如说我这个现在我这个绿颜色的这个玩家买了这个块地 C， 那么我这个蝙蝠侠land 到我这个地的时候呢，其实按照大富翁的这个玩法，那我应该是要付钱，对吧？那你可以选择我不想付钱，那不付钱怎么办呢？你可以攻击他。那么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就设置了一些 attack card， 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ttack card 选择使用你现有的这个 attack card 来攻击这个玩家。那么你就相当于你给这个攻击这个 landlord， 就是这个拥有这块地的这个对方。那么如果他能够如果他答错了，那你就不用付钱了。那如果他答对的话，那你就付双倍。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增加这个玩家之间的一个互动。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最早研发的一个游戏。那现在这两年最多更多研发的是 VR 的这个游戏。那个但是呢，我们这个主要的目的还不是为了这个研发游戏，主要我们提出了一个框架，就是这个框架叫 memorable。这个框架呢，主要就是我们认为，特别是像 cyber security 这样一些计算机的新兴领域，它的这个知识点其实更新的非常的快。那么如果你单纯的只是研发某一个这个游戏的话，那么这个可重用性非常的低，也就是说每年我都有不同的这个 cyber security 的 event 发生，那么我老是希望这个 event 可以随时的修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希望就是说，整个这个架构，游戏的架构，能够更好的，这个追踪这个学习者到底学习到了什么。那你这个我可以开发很多的游戏，但是不管他们玩的是哪一组的游戏，那么都应该更好的追踪学习者他整个掌握知识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提出来，我们在架构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个游戏的元素放置在，应该引导这个开发者把游戏的元素放置在这个核心的这个 concept 上面，然后呢，这些 concept 可以用来记录这个学习者的这个学习状态。那我们提出了可以建立一个 serious game bank 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老师可以在后端随时的修改这个serious game 的这个 element， 然后呢无论这个老师如何修改都不会变动这个游戏，不管是哪一种游戏都不会变动这个游戏的玩法。那么同学们还是可以沉浸在这个游戏中，那么不需要这个开发者再花很多的时间修改这个游戏。那么这个是我们做的一部分研究。那么还有今天最后呢，我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一个研究，就是这个
median leap 的这个研究。那么这个是根据我多年在日本和英国从事这个Python 的这个编程的教育，然后我发现呢，很多初学者，特别是如没有这个 computer science background， 也就是比如说高中生或者是像一些我们现在给 MBA 的这个 business school 的这些学生进行这个 Python 的教学普及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吃力，因为现有的传统的这个Python 的这个练习都是基于数学的这样的一个练习，那么他们觉得被困住的反而是math related 的这些问题，而不是编程本身。那么我们希望呢，能够让学习者专注在编程本身。所以我们呢，在20年的时候就提出了用一个创新的方法来架构这个 Python 的 course。那我们希望让这个初学者远离这个 math related problem， 并不是说 math 不重要，而是说在学习编程本身这个很抽象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先专注在编程本身，而不是专注在 math。那么而且呢，我们希望是完全基于 Python 的，说，也就是说，像现在市面上，比如说像 Scratch 这样子的一些 Visual Programming Tool， 你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 Programming， 但是实际上你还是没有在学习 Python， 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开发了这样子的一个 Python 的 Library， 那么这个 Library 能够帮助这个学生更好的通过一些多媒体的这个 Game Based 的这个编程，然后让他们能够直观的沉浸在这个编程中。那么这个 library 已经在日本用了有两年了，日本的这个教学现在用了两年，然后在我们这个杜伦大学的 MBA 的教学里面 ，MBA 的MBA in Data Science and Business in Analytics 这两个program 里面也应用了有两年的这个时间了。那我们现在这个网站已经基本上架构起来，我们的 tutorial 已经提供在这个网站上，而且也可以下载。但是这个 Median Lib 的这个 library 现在还在等待这个 copyright 的这个过程，可能这个月的月底应该会开放。那么我们将举办这个第一次的这个 Median Lib 的 workshop， 这个是在我们杜伦大学举办的。那么欢迎大家来参加，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如果能够来到杜伦，那欢迎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如何更好的进行这个 Python 的这个教学。然后如果参加不了的话，也欢迎你们在线参加，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活动。我们还会接下来几个月还陆续的举行一些 game jam， 还有这个 workshop， 这个是我们现在active 的一个研究，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这个聆听。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进行一些问答，谢谢。谢谢，我们听到王教授分享了很多用电脑辅助学习的这些案例，那从大数据的系统一直说怎么样从大数据里面呢去做学习分析，然后还有学习概念这个学科概念的这个本体分析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最后把这个概念呢用视觉化的呈现把它呈现出来，那后面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基础呢衍生出怎么样用使用这个游戏跟主题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去进行包括说学习的一个过程跟学习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最后面呢王老师也很快的跟我们谈到现在正在进行的 Python 跟游戏的一些活动，那说得很快哈，有很多还不是足够了解的地方，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我们欢迎各位呢跟王老师直接可以来进行互动，你可以用举手的符号来告诉我们，或是在留言板上面分享你的想法或提问。那在大家还没有开始来恩惠来我还没有开口之前呢，我们已经有同学来跟我听众朋友来跟我们提问了，来恩惠。我其实有七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今天讲的我很有兴趣，但是我想说我先因为好像还有听到其他人举手的声音，所以我就先问两个可以吗？可以，就是第一个是那个我有在看他前面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点点跟线的那一个，他我觉得有点像是军医的那个知识星空，可是那时候我有点困惑，那个网络是由谁建构的，是请专家来建构吗？这样。然后第二个是他敢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像现在那种双向连接笔记，像是 Logseq 的 Graph 的感觉，他有点像是那种双向连接，就是现在有一些很流行的双向连接笔记，那他就是会互相之间连接，可是他可能没有像你们的系统做到
线也会有说明，它可能就是点到点，点到点，它有一个可以看起来哪个点比较大，哪个点比较小，然后有那种大小的区别，节点的不同这样。嗯 ，OK， 我大概了解了。好，那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你说到的就是那个，你看到很多点点的那个，那它其实是在我们这个计算机领域，它其实是属于本体建模的一个概念，所以它所有的这个知识它是存在一个 ontology， 就是本体里面的。那么一开始因为我这个研究是16年开始的，那最早的话呢，差不多在2011年到12年左右，那么这个 ontology 的早期的研究呢都是通过专家手动的进行这个 ontology 的这个建设，然后一直到16年17年的时候开始各种研究在专注于如何自动，就是不需要人工来帮忙的，全自动的通过数据挖掘，然后呢稍微当然你需要专家稍微修正一下这个人工挖掘的这个精确度。那么后面我们在16年，其实我没有时间就会涉及到那部分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半自动化的这个数据挖掘，然后呢能够自主的分析在某一个电子书里面哪一些是关键的knowledge， 然后自主生成这个 ontology， 就不需要专家花很多的时间，但是需要专家就稍微验证一下说这个 machine 它学习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那就是半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以这个提取这个刚才你看到那个点点的那个话。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问题你问到的这个连线的那个事情，那个我大概就是有一些还蛮有名的一些 tool， 比如说像 CMAP， 就是你可以画一些圈，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些圈比较大，然后有些圈比较小，然后给它连线，但是那个线上是不能进行修改的。那这个是其实是用来就是概念图是吗？概念图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叫概念 concept map。它跟心智图又有点不一样，它就是我可以分享我的画面吗？就是可以可以，我给你看一下它长怎样，就是会长得像这样。它有点跟你的概念又不一样啦，就是它就是如果说这个常常被提及的话，它好像点就会比较大，可是如果没有常常被提及，它的点就会比较小，但是它没有到连线那么仔细，但是它是有那个知识点的概念，所以就让我觉得有一点相似。有一点相似。但它这个就是因为 ontology 它主要就是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 map， 就是可以提供这种就你刚才看到这种 map， 然后它有三种 map。一种的话就是这个 knowledge map， 就是刚才你看到的就是基于知识的这样子一个 map。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concept map， 就是它可以concept map 它主要的就是为了解决某一个专门的问题，那你可以画一个知识导图，然后来解能够让读者更好的理解某一个问题，那叫 concept map。 那如果你是基于某一个领域知识 domain 知识的话，那它叫 knowledge map， 那它就是像你刚才看到我的那个系统里面为了显示某一个计算机专业的知识，那就是knowledge map。 那还有一种概念叫topic map。 topic map 的话就是你这个图这个导图本身它不是为了学习的，它是为了引导你去寻找资料。那么 topic map 它就是作为一个 metadata， 在我们计算机叫元数据，然后引导你去作为一个像字典一样的一个功能，然后让你引导你去检索跟它相关的一些资料。那就是说我在博士做的那个学习日语学习的那个，就是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显示知识点是怎么关联的，而是为了让他们在那个类似于字典的那样的一个图上面去找寻这个练习跟讲解。那么这是这个 ontology 它就是本体建模主要应用的三个方向。那你刚才显示的这个点点还有线的这个可能就是其中的 concept map。 那如果那个 concept 被提到的次数比较多的话，它这个会比较大，然后这个连线可能我不知道它这个你这个应用连线有没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应用其实现在非常的普及，差不多2017-2018年的时候好多就是都有这个应用。对，先让别人问好了，我的问题还很多。 好， 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位红玉堂红听众，那个红老师要不要问一下？是谢谢施老师，我是施老师学生。是那个因为刚刚老师关于知识点，那一开始老师去 demo 的比较像是日语文法跟它的这个句构的学习，可是如果是社会学科，它的知识点的建立
会不会比较复杂或比较多，还有这些知识点，因为语言的文法建立比较有书籍可以参考，可是如果是社会学科可能会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需要专家做多少认证才会让它的准确性会比较高。那另外我也就是说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个所谓的 discovery learning 的部分，那我也蛮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学生自己就是刚刚老师提到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应该可以让他们等于说比较符合所谓的 learner center 的概念。那我想说，可是问题是学着学着尤其在网络上很容易迷路啊，那这个部分老师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向可以提供我们作为教学上或者是研究的参考？谢谢王老师。感谢你的提问啊，这两个提问都很有深度，很难回答。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学科的话，其实我没有跟社会学科合作，就是我们做的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计算机或者是物理工科的这个建模，然后那个唯一做过的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支持。那刚像你刚才说的，语言学习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这样子的一个建模的这个过程。那么我看到这个 chat 里面也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软体了，就是你把一个书籍丢进去，它就可以自动给你分析出哪一些是关键词。那实际上在自然语言处理，就是 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这个方向的研究者，他们已经研究了很多这个现有的软件，很成熟了，可以自动的给你分析出这个哪些是关键词，然后可能需要专家再进一步的验证这个关键词的这个准确率高不高吧，然后才能知道说你这个运用到教学中可能还需要专家的这个帮助。纯计算机我觉得现在精确率还是不是那么的高。然后另外你说到这个 discovery learning，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有意思，让我自己教书这么多年，就是发现学生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探索，然后自己能够动手做出一个东西，让他们有一种成就感。这个成就感就跟我们童年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跟我们童年的记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童年你就是很喜欢玩这个躲猫猫，然后享受这种小小的成就感，然后如果你在学习中也能享受这种小小的成就感，就很容易记住这个知识，就觉得你就是那个享受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那么我认为在教学中最好还是就是说尽量设计一些 activity 能够让学生自己去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像我们在，因为我是计算机专业的，我们在教编程或者教 data science 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设置一些 task， 但是这个 task 就比如说某一段代码，那这个代码其实不是成功的代码，然后问他们这个跑完之后为什么会错，那学生他自己去发现这个错误，然后呢我们在教室里面讨论这个错误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 misconcept， 就是误概念，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是不是叫误概念，日语叫误概念，那么这个误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导致了这个错误，然后这样子的话学生就会更有兴趣来发现和学掌握这个知识。那这个是我根据自己的教学的一个经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适用于您的这个课堂。是，谢谢老师，非常感谢老师的回答。好，我们可以，因为恩惠其实在聊天室也有先丢了两个问题，要不要恩惠你要不要用口语的方式再回来问一两个问题呢？哦，好啊，因为时间好像也到了，我真的好想要抱住老师的大腿，真不好意思，就是欢迎来读我的博士。我想问说，那这样的话可不可以？有两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可能第一个是有没有可能分享那种就是半字，就是刚刚讲说丢一本书进去他就帮你找关键字出来的那个，有没有现在有没有那种软体或之类的。然后第二个是我想问的是那个就是我想问的是那个Python 其实我也有点想学，然后请问那个教程就是 MediaLib 这样吗？对，我已经把这个 link 发到这个 chat 里面了，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workshop， 我们会手把手的通过几个小时教大家怎么学习。然后呢这个 library 还没有开放，那我们在等月底，应该这个月的月底肯定会开放的，因为我们还在等那个 ASIC approve， 然后就会开放给大家
那个下载和使用。那如果是老师也很欢迎大家使用，因为你们可以应用到自己的教学，是全免费的一个开源的一个 source。哦。对，然后刚才你说这个自动检索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市面上的这个产品都很不成熟。那我们现在的团队有在做，我其中的一个博士生，刚才你看到那个 Ryan， 他就是在给我们这边英国本地的一些 publisher， 就是出版商，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我丢一本书或者丢一堆书，他就可以自动建模，然后呢自动挖掘这个数据，然后提供服务。然后为这个作者或者一些读者推荐一些东西，这个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项目。嗯嗯嗯嗯嗯，可以再问一个吗？可以可以啊。好，就是我想问一下说，就是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您有分享一个类似大富翁的游戏，然后你后来就去做了一个就是让它可以改题目的调整。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概念跟那个 Word Wall 很像。对。然后就是想再问一下说那个 ebook 它是你们就是像那个 ebook 或是那个日本的文法的学习，你们都是用自己设计的软体，还是说是用市面的软体然后把它再做编程和改造这样子？那个是我全部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开发的。有那个日语学习的系统是我在博士的时候主要的开发的一个软体。然后那个 ontology 的就是那个电子书的那个是我在九大，就是我们那个 education big data， 后来我又自己拿了个 funding， 然后我自己开发的一个项目。那现在九大的这个他们在计算机还有物理的一些教学中，他们应该还在使用吧。哦，因为我自己有想要尝试做电子书，可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大众比较常见的格式，所以才想说问一下。说如果是你问的是电子书的那个系统的话，那个是我们九大另外一个团队他们开发的。一开始的话我们是找某一个公司买了一个版本，然后觉得不好用，后来就是我们九大自己的学生研发了。现在应该是旭芳老师，就 Ogata 先生，现在已经我们的那个 team leader 现在已经去了京都大学了，这个 Ogata Hirokawa 这个老师，这个教授，他在负责这个电子书的开发和维护。我记得应该是跟中国立大学的那个杨老师他们也有合作那个项目，然后他台湾也有一些高校在使用他的这个电子书的系统。应该是台湾，我记得好，我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已经跟杨教授他们合作，应该施老师比我更清楚这个，他们现在有一部分的对 Book Row 在用这个系统。对，谢谢。对，不客气。是的，Ogata 老师呢跟中央大学杨振华老师他们有合作在做这个 Book Row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当然这个起源还是在日本这一边，那其实也在全世界，他们有许多的同伴伙伴们一起，学者专家一起在这个 Book Row 上面做很多的加工啊、分析啊，然后种种的研究调查等等那所以你也可以查查这样的一个关键字，或者是在我们数位学习的领域里面呢去查这样的关键字，你应该会收到更多的讯息。好，那谢谢。好，那个最好的演讲呢就是让听众带着问题来，然后带着更多的问题离开。那我们今天的互动呢非常非常热闹，那也谢谢王老师非常热忱的给同学们好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的回应。那我们在电脑教育的领域呢跟王老师有非常非常多的联系也非常紧密的关系，那未来呢一定有很多许多的机会，其他机会跟王老师来请教相关的问题。那同学们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不管是联络 TTSS 这边，或者是写信给王老师，或者是我这一边呢，我们其实也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这些有关科学科技等等的这些知识跟讯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要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那要再次的谢谢王老师从英国远端的跟我们连线，那我们非常期待很快可以跟你面对面的再见面。好，谢谢王老师，也谢谢大家。